就用这两个，对不对？对，主要嘛，大概哈。谢谢，等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好，12号桌，还有嘞，4号，46层，中餐厅的特点就是吃到放屁了，真的。这边是这个厨房很大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今天我们人手这么少，客人在外面坐的话，帮你考虑一下他们的那个用餐体验是吧？对，人贴心。对啊，真是贴心。好，坐吧。你先淡吗？淡。